我是刚完的，他长了3月。谁叫他瑞芳？瑞芳在。关闭车门，9:14。还是207次哦。双方发浙江北回向号受理。天20的，天205车吗？这样，在瑞芳，瑞芳站关闭车门，左边受理。各位旅客您好，要前往福兴县的旅客，请到第三月台搭乘开往金城的区间车。有人不拍6180，抱歉，我有自己的事情。对呀、等下就要离开了。差不多。拜拜，再见。207，又是这个编组，每次都是这边。1020又在1020，然后现在都是这样，固定有一段，然后又换一段。207次在瑞芳，瑞芳站16。第五次已经跑超远了。两个字车落下面干嘛站门？走走进我们的地方。这个那间妈妈。开往花莲区间快车，请在第一侧候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207车站瑞芳，瑞芳站这里。各位旅客，你好。9:19，经由北回线开往花莲区间快车，请坐。4024是应该发车将北回向花莲的周末周日啊，周六日例假日行驶的。朝着 N 绿色微笑沈阳，没有用这把型区间快车，沿途停靠莺歌、树林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南港、七堵、瑞芳。芙蓉，礁溪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新以及东边南花莲站了。哥哥，那你要耐心等待，4年，最快4年就会有，就可以搭了。旅客您好，第二月台 B 车。高铁过分，但不一次换掉了。9:19，经由北回线。你知道最近不是一直台铁？花莲区间快车。就是急电工一直咕咕咕咕，各位旅客一个，就是一直学台铁，在仿效台铁。啊，没啊，人家说老车就开始了，懂吗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？他说老骨头有毛病啊。对。怎么用台铁来形容？对，你们说超感动。您好，第二月台 B 侧终于定价，即将进站的是9:19，经由北回线。阿美啊，高铁都觉得很厉害。区间快车。9:17。各位旅客，3:24。这一个台 B 侧，今天进站是9:19，经由929区间快车，在瑞芳，瑞芳。九八居然该是在瑞芳，哎呦那领导，我还想以为九是98。好，开往花莲，就北京的花莲的周末、周六日例假日行程，去真可以，超优质，去真可以，在瑞芳，在开启车门。各位旅客您好，要前往福兴县的旅客，请到第三月台。搭乘开往金城的区间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要前往福兴县的旅客，请到第三月台搭乘开往金城的区间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assengers for New Zealand, please transfer a platform here. 哥哥，恭喜恭喜台湾高铁买新车。你要看新闻吗？你赶快去拍。你要看新闻？有，我有看到哦，他花了 N700S， 100多亿，285亿台币啊，贵死了。这张卡，那个阁主 700S 本来就是，而且又特规的。对啊，日规的。没有特规啊，因为台湾要再改。对，台湾要改。期待4年后了。啊，各位保重啊，拜拜。超感动啊！
真的遇到同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到列车长员，那以前瑞芳的哥哥。知道。对。然后他像异步机。啊，四月二十四，拜拜啊，再见。哥哥，再见了。好吧，大家好，我是4024次928启用快车，在瑞龙展示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大家好。